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，我是李佳明。对于各位观众朋友来说，买车的时候最优先考量的应该就是车子的安全性能了。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的最高安全性首选名单已经出炉了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马自达北美公司日前宣布，2017 Mazda CX-5 小型跨界 SUV 获得了美国公路安全保险协会 IIHS Top Safety Pick 最高安全性首选。自从2012年起， Mazda CX-5 已经连续五年获得 IIHS 最高安全评价。2017款的 CX-5 有着被列为标准配备的都会型智能刹车辅助，以及高效能的 LED 头灯，这些都是这款小型 SUV 能够以高分通过 IIHS 严格安全检验的重要因素。除此之外， CX-5 在正面偏位撞击测试、正面偏位小区撞击测试、侧面撞击测试、车顶强度测试以及头部支撑都拿下最佳评价。全新设计的2017 CX-5 还可以选择配置 iActive Sense 驾驶辅助技术，服务范围包括雷达定速巡航系统、前方障碍物警告以及航道偏离警告，让使用者无论是独自驾驶还是全家出游，都可以拥有安全的旅途经验。一系列加强的安全装置，结合 Mazda 主创的轻量化、高效能 SkyActiv 科技，配上 Kodo 混动设计的优雅造型，性价比高的 CX-5， 对想买车的观众朋友是个不容忽略的好选择。更多2017年 Mazda CX-5 以及 IIHS 的相关资讯，可以上网站查询。